干嘛？怎么了？那个积木就是掉了而已啊。他大叫，我还会发生什么事？干嘛？你看这边就变，你就只有一个人。这个绿色的积木在这里。他说你积木排错了吧 ，B。这不知道排哪里。直的吗？直的还是横的？这样子好了。躺着。可是你躺着，你这个车子过不去啊。这样子啊，这样很难过去的。还在考验技术。爸爸。你小心啊！这森林啊，森林要小心什么？小心大野狼哦。小心什么？要小心什么？大野狼。啊。哦，这里不是森林，没有大野狼。好吧，我去那边哦。